网络剧《手的痕迹》制作发布会，15日上午在首尔江南区举行。演员柳和荣及申在和出席活动。这出剧改编自同名网络漫画，并将分成三季播出。第一季故事由一个男学生的单恋展开，而第二季则是以女团生存战为背景。第三季情节则围绕在一个失去灵感的巫师。这次柳和荣将担任第一、二、三季的主演。原为女团出身的她，被问到在第二季女团生存战中演起来是否较为得心应手，她表示：세캐릭터가모두다다르게보이셨다면저는너무감사한거고요저도우려했었던게세캐릭터가한사람으로보이진않을까걱정을많이했었거든요물론제가아이돌출신이어서연기하기쉬운부분은있었어요또보여지는아이돌에피소드에나오는이야기들이저는사실적으로와닿았었고그어린친구들의욕망과또가슴아프지만욕심내는그런마음들이솔직하게많이담긴것같아요在剧中首次扮演女巫师的柳和荣更在现场表演并预测网剧《手的痕迹》将在2017年大放光彩오신다오신다2017년웹드라마신의흔적손의흔적이지대박이네대박이야대박났어박수부탁드립니다여러분네观众们可能对于男主角申在和不是太熟悉，他曾参与过电影《巨人》，也在《记得你》《Remember》《评价女王》等戏剧中也都有精彩的表现。谈到未来的发展，申在和表示：올해제가거의안쉬고계속작품을했었는데 네, 아직까지는뭐작품에대한욕심이너무커서또못해본역할도너무많기때문에내년도정말쉬고싶다는생각이들정도로좀달렸으면좋겠어요그래서그러려고또노력을하고있고조금다양한캐릭터로다양한매력보여드리려고더노력많이할예정입니다